古董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樊志新。由我主演的电视剧《对我而言危险的他》已经上线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想知道关于我更多的故事吗？关注古董新番，靠谱数据，大咖专访，你想看的这里都有。明晚我们不见不散。